么现在我们就来进行现场的猜谜游戏的部分，卫冕的是崔丽欣小姐，我们欢迎她。今天来向崔小姐挑战的是赵玲玲小姐，我们欢迎她。赵玲玲最喜欢吃奶油 cheese， 尤其是蛋糕上的奶油，交给她一个人包蛋绝对没有问题。不过她怎么吃都不会发胖，真是让朋友羡慕不已。好，我们也非常欢迎赵玲玲小姐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等一下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趣味猜谜了，请您稍待一会儿去收看《强棒出击》。在进行我们的比赛之前，我们还是请现场观众给他们两位小姐来加加油、打打气。我们先给卫冕者加油，崔丽欣。我们再给挑战者加油，赵玲玲。好，那么两位都请先设定一个危险号码。好，第一道题目啊，两位要注意你们的按铃速度，跟我们今天看的五花八门有一点关系，所以啊，要看看你们哪一个人按铃得比较快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狗急了会怎么样？崔小姐，跳墙。答对了，跳墙。完全是看按铃速度。来，赵小姐，二号。二号是不是安全号码？是卡通片当中老鼠啊，小老鼠开会的时候会在什么动物的颈子上挂铃铛？赵小姐，猫。猫答对了。这样子猫一走动它的铃铛就警告它们。问题是这个老鼠怎么在猫颈子上挂上铃铛啊？这很有本事。来，崔小姐，三号。三号是不是安全号码？您只挂了项链，没挂铃铛。赵小姐，你是设定三号，没错啊。那么崔小姐呢？二号，不对，六号。六号差点忘了，六号请帮我放下来。哎，舍不得下来。三号跟六号都是危险号码。我们也很谢谢崔丽欣小姐两天来的参加。我们恭喜新的卫冕者赵玲玲小姐。现在马上进行喊带跑，拿奖金。我们要由新的卫冕者赵玲玲小姐来进行喊带跑。来，你要选哪四个牌子？好，后面四张。那么有三位男士来帮她跑啊，同样给他们一分钟的时间，在喊的时候请尽量喊大声一点。计时一分开始。七三六三，再念一遍。八七六三，错，请回。照顺序念，一三五，错，请回。三二四，三对才请回。来，加油！二三五六，三五对才请回。快加油！八八。再拿没用啊！三五一，错，请回。九九，三五八，完全正确。这一次是很意外的啊，很混乱，不过最后呢，得到9300元，还是很恭喜他们。观众的意见很多啊。一下叫他拿八，一下叫他拿九，结果他拿九，总算是拿对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进行另外一个回合的猜谜游戏。现在新的卫冕者是赵玲玲小姐，我们欢迎她。继续来向赵小姐挑战的是李冰冰小姐，我们欢迎李小姐。李冰冰一头乌黑光亮的秀发是她的注册商标，学的是政治，却从事钢琴教授的工作。她曾经徒步蓝雨一周，结果是走了10个小时，耐力相当惊人呢。好，欢迎李冰冰小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。两位，同样的，我们先请现场观众给他们加加油。我们先给卫冕者加油，赵玲玲。再给挑战者加油，李冰冰。好，请先设定一个危险号码，然后第一道题目是跟歌曲有关的，请唱出《生命如花篮》这首歌的前两句。赵小姐，生命如花篮，需要花装扮。答对了，差一点点。生命如花篮，李小姐先选。
九号。九号是不是安全号码？有些人的耳朵长得比较奇特，两耳倾向前方，我们称这种形状的耳朵为什么耳？倾向李小姐，招风耳。招风耳答对了。小姐们有招风耳，通常看不大出来，因为有头发盖着。沈姐姐没有，没有，耳朵都露出来。赵小姐，五号。五号是不是安全号码？怎么去啊？刚刚很容易，赵小姐一下把人家打出去，然后一下被人家打走了。我拿到奖金了，拿到奖金，不虚此行。对，好，我们也谢谢赵玲玲小姐，恭喜李冰冰小姐。现在我们送点奖品给观众朋友，这边观众猜两个题目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来送一个烘碗机，请问啊，在炒菜的时候，在锅子当中先加上什么，使油不会溅出来？这里穿格子的小姐戴眼镜的，您说盐答对了。好，继续啊。为了使家庭和乐，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，做男主人的应该当面教子，背面教谁呢？这位先生您最快，还问一下老婆妻子答对了啊，先换个太太的样子。刚刚送什么奖品？刚刚我们送给这位男士果菜石磨机啊，大奖。送你一个大奖啊。好，那这边朋友来猜猜啊。这边我们先来送一个化妆品礼盒，请问海龙王的儿子猜一个国内的女星，海龙王的小孩。龙俊儿。好，您站起来讲。龙俊儿。龙俊儿。好，再猜一题送什么？香槟果汁礼盒，请问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，屠龙是指一把什么？这位先生快，刀，答对了，屠龙刀。我们来进行喊代跑拿奖金，已经换了卫冕者了。李冰冰小姐，你要拿四张牌子，来，你要拿四张。好，前四张，好，谢谢。今天有三个娃娃兵来帮他跑哦，三个小弟弟，你们喊的时候要大声一点，按照次序喊，不要这个重叠喊哦。给你们一分钟。计时开始，八、六、四，错，请回。观众乱喊啊！来，八、二、三、一，错，请回。请回。再来。六、二、三，错，请回。四、六、一、七。哎呀，完全正确。去，突然这个完全拿对了啊，可以得到4600元的奖金，恭喜他们。